哇塞，什么啊，好难。诶 How I used to say that I for never， 看看啊， OK， 好搞笑啊，这个I for never。 哎呦，这个有点难听，要倒了，等一下，肯定倒。我感觉要成了，倒了。就是你想让我接着成吧。我们就按照自己的，就是能落多高多落多高，你自己的想法多就好了。能落多高落多高。对对对。淡定淡定。该放这两个巧克力。失败了，我们就要接受惩罚。哎呦，四个都要吗？还抽一个？只抽一个。哦，重新抽。好，我们重新抽。我去！什么？不信再来一次。快把这个节目结束曝光。柠檬片，啊！局部五官挑战，根据局部五官特征猜人名。嗯，倒计时啊！你们岳云鹏老师吗？娜姐。这是谁啊？杀一个！这个眼睛太好辨认了，红雷哥。呀，嗯，微微姐，这个是，这个黎峰哥哥。若云哥，那若云哥哥，嗯，这个刘昊然哥哥，嗯，不是吗？白敬亭哥哥，呀，这个是，我计时，这不会是小凤姐吧？哎呀，无头脑影，那是我。这个小时候的我，这个牙还没长齐，我一猜就知道是我那个去动物园的时候拍的，那时候才六岁。恭喜小宋挑战完美通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牌家族的关晓彤。晓彤，我们今天玩一个游戏，叫做一心二用。需要一边叠乐，然后一边进行快问快答。第一个问题，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？当制片人。最想变成哪种动物？我们家小黑。什么时候会放飞自我？在拍戏时解放。放飞的时候。最喜欢的拍照姿势？拍照。拍照姿势就是毕业。下一个。闲暇时候最喜欢做的事？哦，这个还是我闲暇时候会有很多爱好，什么健身啊、听歌啊、看电影啊，偶尔看书、画画，很多丰富的业余生活。多才多艺。用三个关键词描述一下自己。一
聪明、美貌、优雅。平时喜欢做饭吗？非常喜欢做饭，好厨艺。最拿手的一道菜是什么？哦，那可太多了。我最拿手的一道菜，怎么说呢？有很多菜系，你指的是就是中西方，要不中方出一个，西方出一个吧。西方的大概最拿手的是意大利肉酱面，我那个肉酱非常好。然后中方的都多了，像我们家一些扁豆焖面呀，然后我还会做鱼香肉丝、可乐鸡翅、西红柿炒鸡蛋、红烧鱼，这些都可以。真的是真的，比刚才我说三个形容我那个词儿要真多了。最近经常听的三首歌是什么？我想想，给我一点时间，先把一首我每天都会听的一首歌《彩虹》先放在这儿，特别喜欢听。然后还有《阁楼》，然后还有 Justin Bieber 的，就是持续性的、不断的重复单曲循环的那些歌。最近除了王海还在忙些什么？刚杀青嘛，二十不惑二，然后可能。马上一个新的戏又要开机了，然后回北京可能休息休息，调整调整，然后进下一个剧组，然后电视剧《曾少年》也马上就要播了，在这里也打一个广告。如果一觉醒来变成男生，你会去做什么事？那可有太多好奇的事情了，好奇这些男生的脑袋瓜里边都装了些什么东西呀、为什么他们走在大马路上面要不突然间就要做一个投篮的动作？可能我也要去尝试一下这个动作吧。